要迎接战，再给他换台脚。下次嘛，下。九点在上海，上次我扣着永温呢，大概有将近10000000人次的观看，所以今天我决定永温的新皮肤，我都很期待这个成品。现在我们在调这个对称度，因为我觉得这两条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观众在前面看的话，所以这个弧度都要很讲究。粉到深层，再到浅层，就是要很细心的把它建成感觉。温馨的皮肤。身体是很重要的一件战，再给加放再脚，下次嘛下。放松，不现场了，不继续。定了，永温要撤个岗。大家好，我是谁？韩立儒。不，我是永温。大帅。我觉得 cosplay 蛮好玩的，会让自己有一种生命力进去的感觉。虽然今天早上大概从9点花了3个多小时在 cosplay 那一套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。听起来很